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。哎呀，这都不是我的呀！那船长紧着跑过来送人头啊！那船长跑的嗖嗖的。 看一下，你很急吗？出招吧！你不要急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先不要急。螳螂想打我们家的蓝呢，你觉得你能打了吗？也算上。我今天不可能让你打野，你回去打你的野去，听见没？ 你打你的野，我都不能让你打。你打你的野，我都得过来骚扰你。我不能让你打，看着呢。我等他打上800滴血，600、700滴血吧。700滴血的时候，他就不好走了，你知道吧？他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我能让你打吗？哎，我不能让你打。这我能让你打吗？ 走位，走位。这螳螂肯定是得干我了，一会儿小心点吧。红回血了，红要是没回血，我把他红一拿，他也就不用玩了。 先把这波兵给收了，电耗的真烦人啊，像一个苍蝇一样。回家了，下边来干他。 先来个药光，你比苍蝇还烦人。哎，爸，我们屋里边有个蚊子。 不知道在哪儿，但是我早上8点的时候，在我脑袋旁边嗡嗡来着，有个蚊子。那咬没咬你？我不知道，但肯定是有个蚊子。哎呀，老卡呢？ 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出招吧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行，差不多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我在查小兵呢。 技能交完了，凯南才闪现。凯南闪现了吗？把他们也算上。
海南没闪现呢，我看。还有谁？海南闪现了，他为啥闪现了呀？再见。螳螂还不来，螳螂自身都难保呢。野区都让我们家蛤蟆给打没了，还敢来我这儿？勋章有啥用啊？没用，别老整那些东西说有什么用，别老问有什么用，什么都没用，都没用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钱有用，钱也没用，钱有啥呀？钱能买东西，买东西买的东西有啥用？也没用。严阵以待。看招。那你给你呀，给你有啥用啊？给你对我有啥好处？也没用，那都没用吗？严阵以待。这波我要杀他，我肯定会跟他换了。换是肯定是换了，但是我们小赚。是小赚。办卡有什么用？飞机有什么用？对呀，都没用啊！所以你就别问他有什么用，老问有什么用？那谁知道有什么用？有没有用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也算上，不买孩子，孩子一会儿出来，孩子呀，没晕着。这英雄啊，可讨厌了。不知道他有没有大呀？哎呀，略微有点小亏。其实这波就不应该跟他打，兵有点多。你们觉得这瞎子能打死？我觉得能。漂亮。单杀，单杀没用，我们已经无敌了，给他一个单杀。
带我来个水银鞋。这加速器不行，我给他退了。什么老破加速器？怎么老给我掉呢？没完了是吧？你他妈哎，就一直跑，那你就给我别吃，你一直跑。没想到我又回来了，真是个怂逼！你跑吧。把这种电耗子就应该拿个手比他还长的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来个杰西，妈的打死他，扣他，就往塔下站。我今天我的塔下我必杀的，没用，你活不了，我必杀你，我咬你一命。没想到吧？哎，好烦啊！我干他！你埋下，你跑啥？更多火药。你很胖吗？算了，没想到吧，这边不跟他打血太少，不合适，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干他，不干了，他有点炎，他要没点炎我可以打他，他没点炎光他的伤害他是打不死我的。你千万别让我逮上你啊！严阵以待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我有点想去支援这个达伊。你千万别我逮着你！我说没说过你别我逮着你？我说没说过？哟我操！
有点吓人呢、哦。哎，回血！哎，闪现！哎呀，想杀我！哼，搞得现在。来个破败，把他们也算上。没了，那说明针眼可能搁这儿呢。严阵以待。送了全队的人头，是我们家人怎么不送人头呢？都一个也不死，谁死一下子呗？我说没说过你别让我逮着你？我说没说？我说没说过？虽然他们不送人头，但只有我打到了高地。现在该我了。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我是不是有点破坏了这个平衡？你干啥来了？我应该也跟着电耗的发育，然后最后我们打一波团，谁厉害谁赢。那也不是啊，对面的其他人不也死了吗？螳螂船长，船长给我整个影魔刀子回回来。这个死亡镜。我又回来了，太好了，想想破剑吧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安 enemy has been slain.天雷！哇、wow ！出招吧！这盒子可以啊！在我把对面螳螂红 buff 拿完以后，这个盒子在野区时时刻刻的把这个螳螂压制住。六百拿了，我说没说过你别我逮着你，我说没说过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
不急打他啊。让他先隐身。把他们也算上。别给我提全民了，全民还欠我半年工资呢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全民平台还可以啊，我说实话，除了不给钱以外，其他还可以。就是不给钱，确实很让人头疼。给钱了，其他还哪是可以？那就除了不给钱，其他还可以。有缺点，哦不对，有优点，但是缺点也比较明显。快点拆了吧，吃饭了，一点钟了，抽奖了，兄弟们，过生日，给你们看看我的生日蛋糕吧。妈妈给了我一个六六六红包，谢谢妈妈。丈母娘不也是妈妈吗？